我们是一种声音，更是一种态度。打破观众和艺术家之间的距离，把观众融入到艺术当中，从而消解横亘在公众与艺术之间的障碍，使艺术本身的能量更为充分地释放。我们开始于一个展览，最后会演变成一个艺术社群，更会持续发展成一个个艺术项目，让我们都可以共同参与。